呀啊！撞撞撞撞撞撞！哇，太爽了！我操！看没看见龙战军兄弟们，就是这么猛，大叔没出来直接就秒了。哎呀！来，再来一个！快！来！你呀！啊！撞撞撞撞撞！哇！我操！加护盾了，加护盾了，不加护盾不废的。三段全拿满了，三段呢？那不咋的。别着急，大哥，来来来，等着他。我到处能拿。到底呀！啊！撞！出啊！没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得没？他妈狗似的，他干啥呀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，这小子这么牙吗？准备！我这呀！啊！撞！操！你跟这小子！我操！上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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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上就死了。又上身了，小子。他不上，他死了。那不咋的，还能弹大哥，还能弹啊！我的呀啊！撞！哇操！三段打着没死，就伤害，就伤害，就差一丝儿啊，就差一点点呐，就差一个屁！来来来，再瞄一下啊！别着急了，我的呀啊！撞！哇！我这辣椒油一撒，直接二技能，直接单腾空，你就弹吧！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放放下他来。呀啊呀啊！撞！哇！辣椒油辣死了。等一口，你等都别等我，我一闪一闪，啥用啊？他净整那些花里胡哨臭氧橙子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俩说都没有的是吧？彪子，一话。准备，我来准备，大哥准备，我先给他来一枪，我先助助气。到底这不行！我牵住。死了，他死了，辣死了，辣死了，来。这小子他妈！架罗也上来了，架罗也上来了，啊，这花子，我有大有大有大，老三了，你他妈跟谁俩呢？那是啊，啊，五杀大哥，大哥五杀啊，闪现系回来，七五杀，刷，谁死了？五杀了，啥用啊？牛逼，弹弓流咋的呀？那姜子牙拿五杀，你们见过吗？最牛逼！你在这玩意儿，见过吗？玩啥？我俩真是拿调教我的，见过吗？见过，他妈见过那个啊？见过！嘿，我的妈呀！就我玩这活儿，这辈子都我跟你说，我不玩这辈子他们见不着。嘿呀，那见不着！哎呀，不知道内心是什么样。内心是啥样啊？那 KPL 大哥现在都不敢玩了，他又版权了。那可不咋的，哎。内心是什么样？啥意思啊？三不到，典韦，米埃迪啊！又维哥吗？你看我位置。那就没有的吗？啊啊！无杀到底是为什么不进？啊，他那意思无杀谁都能拿，谁都能拿，为什么要服你？你是个嘚儿，拿五杀是吧？相信，因为你没瞧得起我了，是吧？没瞧得起你，把你放眼里。刚才他妈四六零了，我下路兵线吗？操！没事，我回去，我看着了。下路兵线的有大哥，有大呀！什么大哥？你慢点，慢点，我探头。来，快！我牵住。啊！撞！哇！直接秒，看见没？直接秒！满血，直接把那个伽罗给他秒了，你知道吧，兄弟们？知道什么叫顺杀？哎呀妈的，啥叫顺杀时刻呀，兄弟们？闹的 ！M 新德楼是跟你们闹吗？下路严格，下路。M 新德楼可真不跟你们闹。有大哥，我必须大呀！那个逼他一瞄准了，你呀，米埃迪，啊，撞，准秒，牛逼，帅气，秒，我操，加呀，不行啊，哎，能行不？没事，他有多余，能打，我操，这真多余了，真的，哎，你们是真多余啊，真的，哎，你这也不行啊，伽罗大哥，准备，我的呀，撞出啊！这不敢出来了，这不敢出来了，不出来了！我让你进去，拉活！你呀啊！撞出啊！秒！牛逼！我操！顺杀时刻100%，直接顺杀时刻100%，看着吗？兄弟们啊！你说这个伽罗泉水能杀死吗？泉水啊！你要这么杀的话，肯定能杀呀！啊，这不没人，应该是没什么，没人保的能杀，有人保着杀不了。啊！我必须得回想打着他，回想打着他能杀的。不行，打不着，杀不了。那哎呀，杀不了，这不又死了？我给你补伤害了，哥。来，拜托，别太搞笑，啥意思啊？呀啊！撞！瑶差点都秒了，看见没？瑶都差点秒了。这全都差一个屁！来，你别走，你往前走两步，大哥，我给你秒亚罗。呀啊！走，我操！
你要秒伽罗，这你要去咋咋秒啊？我能找到他位置，我能找到他位置了。没事。野地儿不，九地那个八叉，你给他那什么？你给他那啥给整出来，你给他那个那摇打掉，我直接能秒他。妥了，大哥，我先狙他了。不行，那个退一下子。交闪了。没有位置，我就负责把摇给他打掉得了。摇啊！你这摇，你跟谁俩呢？去掉。是啊，没个啥，差一点，没啥，没事，就差二寸，来，那我理他，来花，这么膈应人，我也秒他，啊，找，哇，直接秒，我操，真牛逼呀，太帅了，我不打他了，啊，兄弟们，真牛逼呀，亚罗咋的？亚罗死，辣死，不打了，辣死了，对，没事，我就。后面那个后面啊，我记得的，你给他一砍，来吧那个，有大吗那个？拉对面那个啥？嗯，啥用啊？我来一枪，别着急，我拉他了，我辣椒辣死了，辣他这个，可这辣没了，你带走，直接秒他就完了呗，秒他，就给他留窑面，跟他守家，刚去谈呢，就这整死他，嘿呀，兄弟们，这弹幕流牛逼吧，这弹幕流，嘿呀。老狠了，随便玩这弹弓吧。那个这一波全水秒不加萝卜，那个十秒。全水的话，全水的秒，在哪？上路，他上路的差不多。来，给我来上路，来。请求集合。几秒钟？大哥，我操，不行啊！我操，哎妈了，哎妈！能续不？大哥能续能？完了！操你大爷！你这冤种，我他妈真他妈服了！哎呀，那个。九队，你要以后你再给我出一遍主意，我他妈牙给你打丢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那个。然后大家下路线，唰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哇，死了，他死了，完了，死人，你跟他玩干啥呀？大哥心里有数，你看，那米莱迪扔死就行，要不得咬老头家的。我二十四级了，来花。嗯呀哈，抽，我没身子裤，这货擦屁，大哥擦屁啊！哎呦我操！怎么了？这一波全水秒加罗行啊，大哥！这一波行啊，这波哎，没有人。这波没有人了，兵线别行，给放出来！别清，放出去来！我得几秒啊？两秒啊？两秒晚了吧？两秒不晚，两秒不晚。我先给你来个眼。呀啊！冲秒！我操！牛逼！没谁了！牛逼，兄弟们！全随沙加罗！哎呦，谁呀？弹弓流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都多余啊！哎呀！都难呐！哎呀！真狠呐！兄弟们，全互联网他妈也找不着第二家了，我这一瞅啊！那不咋的，谁能玩弹弓流全是秒人啊？哎呀！你真招秀！今天这个弹弓流该说不说，玩的那是炉火纯青。今天这个晚上弹弓流真爆炸呀，兄弟们呐！啊，真爆炸呀！我这一头啊啊！嗨，光秒就秒，完了家没了，完了！一个辣椒卖了，完了，家没了，家没了，这摇啊，干扰啊！哎我操，这火舞上面直接大闪过来，看这妈的小子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嗯呀啊啊！抓秒！秒了！秒了！随便秒，没有事，大哥。龙王开了吧？他有龙王盾了。要了呀！啊！抓！辣椒有一条。你想跑、啊？我直接干腾空。不是你想跑啊？你别着急，兄弟们，你等他一下子，等他一下子，来，花，来呀！啊！抓！我这辣椒油一撒，直接干腾空，一狙带走，杀后地的，直接给爆头了，是吧？直接给爆头了，看到没？直接给爆头了，没有招啊！就是一点招没有，我干腾空了，一点招没有，完直接一枪爆头，一枪爆头，哎呦我的妈，老准了，你知道吧？来活，来一枪，来活，瞄准，呀，抓！摇不是摇咋这么膈应人？摇有点冤种啊，他摇啊，这摇啊，是吧？他家摇。来，我不给你打呀！你呀啊！抽！这帮小子们夹着守住了，夹守住不？能守住不？没人一火，够了！上路！上路，咱回去一个。上路！别一波，咱都没玩够呢，这是。大哥没糖过瘾呢，还。那可不是没糖过瘾呢，弹弓流没糖过瘾呢，弹弓流啊！弹弓流没糖过瘾呢。好，来。
瞄准。就盲弹就盲弹啊！撞到了，我操！你说啥？来一局，我操！大哥，你多憋一会儿，大哥没事，你多憋一会儿，我感觉长点好啊。我多憋一会儿啊！来，别上了这个，打残残了，大哥。带走，我操！我操！哎呀，交给我大哥。一箱带走。这小子真的绝望了，啥也跑不了。我的火你没聚着了，火锅。我没聚着，大哥没聚着，下轮行吗？下轮滚上啊！也没事，回去随便打那个就。把典韦随便打，你用典韦脚踏随便打吧。不是，我打过六神的典韦，打不过六神的梦奇，那我打上。你确定吗？打不过，确定一肯定。你滚他妈！继续往后吧。打不过，加，快回！打不过，奥利给加没了，操你的！不行，不行，快回，快回！原地回城，我这边干扰那个边防那个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操你的！哎呀，操你的！还他妈打我，这他妈瞎白一天天的！谁说我打排位的时候六神装真没打过他？还他妈的那那他妈是你！那个低着头脑袋他妈，那我他妈老你的，你这他妈的这咋玩意儿啊？差点他妈输了，操你的这家伙的还！家输了，谎报军情啊！你净他妈扯猫楼的酒野地儿，你一天天的。应该呀，那都他，不应该呀。那他梦奇怎么能打过典韦呢？怎么打他打不过典韦呀？那他妈梦奇，典韦他妈真实伤害，他搁啥打呀？上到一级的一棍脚，不管说黄了，算是怎么样？哎我操！典韦扬起来了，扬起来了咋了？扬起来了！来弹，往回弹呐！操，跑啥呀？不行，你等一会儿，到点了，大哥到点了，你等一会儿。到什么点了？到点，暴雪到点了。他家二十一能到点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这是一边的，王者王者，拿龙给他一波，看张老妹儿去吧，大哥。刷，我操，刷吧，到对面刷，你换掉换刀了，换装吧你这，找装吧你。哎呦我的妈，走半天能不能找？这找鞋换复活甲呢，这丫的找的。换命刀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咱也没那俩下子吧，咱就别换了啊！磕碜，就你这手速就别换了。磕碜不啊？那这家伙的啊！那装备得劲，手速比你快，你寻思？那可不咋的，我他妈手速都比他快呀！那可不能啊！就这手速占了半拉点儿，你这硬被动，你都没到啊？零到死换出来，你要换到死换出来，还没换出来啊？还没换出来，站着一动没动也有了。咋地的？还玩卡了？还等着找了一个那啥？找借口呢？这是要面子，你知道玩卡了，知道不？要面子呢？你这要是一换装没换出来，这个站半天没换出来，一让他妈队友一听，多他妈笑话呀！你对不？那可不得！你要说玩卡的，说的话，大家伙友情可变，玩卡的站的没动，这人知道吗？这人站的没动吗？这脚也挺要面，你知道吗？这脚一瞅国服，这脚就越好面人啊！我这一瞅啊。后面啊，那后面啊，面上的，后面啊，这小子，哎呦我的妈！啊，你拿蓝吧你啊！我要啥蓝？你干就完了，大哥，随便玩。你不要蓝，我操！他秒牛逼！哈哈，别的补上。别着急，别着慌，别着急，别着慌，来活我，活我来。哎呀，哎，大加罗也行，加罗也行。啊，这秒，牛逼，瞬杀时刻。这加罗这小子就犟啊，就不如魔女啊。再来一箱，那个来。啊，这活我走了，活我走了。哎呀，啊，带走。叉 P 叉 P， 哎呦，这小子，完了，这家伙没了吗，兄弟们？没了，你这家没，兄弟们，那咱说实话，那他妈说实话，那个咱得去那啥去了，哥几个，咱得去那啥，咱找老妹儿去了。我这一瞅，昨天晚上说实话，说让我去，今天晚上我视频的咋地的，老好了说的。